我是 Ray， 哎，哥哥，欢迎大家收看 Ray 哥日记，耶、yeah, ，各位，好久没有上传影片了。最近呢，是因为 Ray 哥哥呢的身边的工作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，除了我的职业以外呢，还有一些摄影的东西要忙，所以搞到我的影片呢被逼延迟上传。是有制作影片，只不过呢会慢点上传。最近前几天呢，我就去了那个米可斯去看一看，然后就发现到了一个让我很在意的东西。大家应该有喝过蜜糖水吧？记得那个小时候呢，经常喜欢喝蜜糖水，而且去到姨婆家呢，不是妥妥的 ，Honey infused water， 就是蜜糖水，因为第一眼看就很像白开水嘛。不过呢，慢慢的找它技巧的时候呢，我就看到上面，诶，这也是蜜糖，使用的方式还蛮奇怪的，就是叫我打开包装瓶，然后呢转一下，然后再按一下，好像应该是从这里面流下来吧。而且呢，据说这个蜂蜜呢是百分百来自于澳洲的有机蜂蜜制成的。咦，怎么看都是有马来西亚地址嘛，怎么说是澳洲的？大家应该也知道蜜糖的功效了吧？蜜糖的功效基本上就是滋润养喉，然后呢媚眼。难怪我皮肤那么滑，原来是我小时候喝的蜜糖功效。之后要讲打开啊，我看看呢，转一转是吗？转一转，然后按下去吧，然后呢？哦，蜂蜜打开了，只是怎么有下来呀、啊？下来下来下来，不下来耶！怎么办？这样子，然后一摇啊，可是摇不下来啊！会不会是我放冰箱凝固太久的关系啊？天哪，摇不下来，怎么办？应该可以下来才对啊！基本上已经打开了，只是，照原理来说呢，它是会这样子流下来的，可能是因为放冰箱放太久的关系，导致它完全凝固。咦，你们看，蜂蜜。咦嘿嘿嘿嘿，就用滑方式。这是拍过最不方便的饮料，竟然还要搞得筷子都要出动。嗯，好喝。下来吧。我知道你可以的，下来。原本我以为我还可以看到它慢慢流下来的那个浆啊，结果真的，看不到那个情景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嗯哼，怪了，留下来。你看的是流下来，你看还是这样子慢慢的流下来。只是今天可能太过凝固了一些，所以导致没办法下来。如果你们要喝的话呢，尽量就是早点拿出来会比较好一些，免得那个蜜糖凝固就变得有点麻烦。基本来说，大蒜应该是 OK 的，有一部分的蜜糖已经跌在底层。记得就是，如果你们把那个蜂蜜流完之后呢，就要摇一下，摇一下那个蜂蜜混合在那个水里面。完成，白开水的颜色变成偏黄了，怎么说就有点像啤酒，因为这边有泡沫嘛，表面上感觉和啤酒有点相似，然后再把它打开，闻不出什么味道，可能是泡沫挡住关系。那我们喝喝看，喝下去才有那个蜂蜜味道。它会很甜的，如果像我这样子，你拿筷子这样搅搅搅搅，然后舔一下呢，它是很甜，但是加在水那边呢，它不会甜，完全就是不会很甜的蜂蜜水，我还蛮喜欢的。阿麦。
以上呢就是 Honey Infused Water 蜂蜜水，它简直就很像夏天必喝的饮料。而且呢，在喝的时候建议呢，就是把它拿出来放在桌子一阵子之后才来按下去。不过味道还不错，很可以，我蛮接受的。OK， 今天的影片呢就到此结束。那么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，别忘了留下你的订阅，再按下你的赞，再按下这边的小铃铛，来获取最新消息。当然呢，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来看我其他系列的影片哦。啊，我是 Rain 哥哥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留下来，哦，龙卷风，蜂蜜水龙卷风。